哎，我们这里面应该没有人比曾经更喜欢吃辣火锅的吧？嗯，来，他现在牙龈有问题，现在吃不了了。嗯，我都快好了，吃一点明天就该疼了。偶尔吃一次没问题的。作为一名牙医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就让他吃。 你们俩累不累啊？这个家伙拿医生的身份来压我，那你只能吃不辣的了。没事，吃这个了。你吃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来举个杯吧，庆祝咱们武大夫27岁生日快乐。过生日就过生日，说什么具体的。 18岁，啊，那就祝咱们武大夫生日快乐。然后呢，庆祝咱们这个奇妙的组合又聚在一块儿。啊、太奇妙了！来干杯！来来来来，小的要交给艾大夫，你劈个谁？我能不能中啊？我要两个都劈掉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